谢谢您了，大哥。没啥，姑娘，这么乱的世道，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赶快回家吧。哎，大哥，鬼子大队快过来了，咱们走吧。正等他们呢。咱们寡不敌众呢，先走吧。不行，我再杀他几个。快走吧。 咱们快走吧，走！哎呀，快走吧！报告。什么情况？高仓君，我们的队伍遭到了伏击，全部阵亡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在我守备森严的古阳城边伏击我的巡逻队，什么人干的？据守城的卫士报告。 巡逻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姑娘，景田小队长带着巡逻队追了过去，后来听到一声炸弹声，前去查看，发现景田小队长和巡逻队全部阵亡。八嘎！全体集合，出城追击！ 安全了，咱们歇会儿吧。好嘞。报告，队伍集合完毕，准备出发。解散。为什么？大佐，不出城追击了吗？ 土八路大大的狡猾，那个精明的拉雷手，此刻也许就隐蔽在城外，等着再次伏击我们。哼，我不会上当的，让他去等吧。我要在他们松懈下来的时候，悄悄的进剿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大佐高明。大哥，哎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没啥，咱都是中国人嘛。 大哥，你叫啥？是干啥的？俺姓雷，杀鬼子的。雷大哥，就是你炸了鬼子的运输队吧？雷大哥，我是八路军古阳游击支队的，你身手这么好，加入我们八路军一起打鬼子吧。你一个姑娘家的，也出来打鬼子？姑娘家怎么了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再说了，我们八路军女战士多着呢。嗯，俺也特别佩服八路军。 那就加入我们八路军，一起打鬼子，把日本鬼子赶出我们中国去。不，俺想自己干，俺不想和人掺和，也不想加入什么队伍。雷大哥，你这么单枪匹马的，是蛮干。这不关你的事儿，姑娘，你还是快点走吧。雷大哥，你这么蛮干，会给老百姓造成损失的。 登山村被鬼子屠村，就是报复你炸了他们的运输队。俺只知道杀鬼子，别的管不了那么多。雷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一个人又能杀死多少鬼子呢？我们中国人团结起来，拧成一股绳，才能赶走日本鬼子。好了，姑娘，俺刚才都说过了，俺不想和人掺和，俺自己的仇俺自己报，咱们还是各走各的吧。
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。他们以为跑不了。 好特委回来了，人呢？换衣服去了，还带回三支枪呢。还带回枪来了？好，那你先休息。是。你笑什么？笑什么？我笑你，我还以为你啊真不着急呢。指导员，哎，喂，休息同志来了。队长，指导员，你们笑什么呢？ 嗨，问你们队长，没事没事，那个屋里坐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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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邢同志，有什么新的情况？这是县委的指示。啊，小邢同志，来，先喝口水。哎，路上还顺利吧？有惊无险，哎，你们猜我碰到谁了？谁啊？谁啊？咱们要找的那个炸鬼子运输队的人。来来来，坐下，坐下，慢慢说。